哦，马路，马路狗。你马路要玩车车吗？好。好。马路，马路。我们抵达儿童新乐园啦！好，我们今天要带妈鲁去儿童新乐园玩耍。小鬼在这里蓄势待发。那我们现在在捷运士林站，等一下要从捷运士林站这一边就是转公车过去儿童新乐园。那公车有255。跟红30，就是有几班可以到。那详细的乘车资讯，我再把它放在贴文的资讯栏里。好，那就走吧。公车的话，在捷运士林站一号出口走出来，要过马路到对面哦。然后在这边等这个255或者是红30，它就有到儿童新乐园。然后另外这个儿乐一号线呢，它是假日才有开哟。好，我们到达儿童新乐园啦！今天天气超级好哎，我看我手机显示体感温度45度，到底是哪招？马路上次来玩这个飞天巴士，他还蛮喜欢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就来玩这个吧。罗伊，哦，你最喜欢罗伊啊。哦，你看这样子，妈鲁拍照的背景是玻璃哦，妈鲁的背后那台是玻璃哦。然后我们坐在安保里面，我们这一台是安保。他们这个摩天轮里面还是有冷气的哦，外面现在超热超热，今天体感温度真的飙高。然后啊，有这个冷气真的是太赞了，可以稍微纳凉一下。英雄啊，这个车车要身高120才可以玩，所以妈鲁现在还不能玩。现在凭这个一日票啊，还可以来看这个如果儿童剧场，然后这个是每天的场次。现在来还可以玩水哟。
水冰冰的啊。哎，我们要不要走这个？你要不要？韩鲁，你要不要爬那个？你看这里有球球啊，球球。好凉哦，好凉哦，马鲁。好，那儿童新乐园这边呢，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就是会开到晚上8点。我们今天买这个全票是不分年龄，然后就是一个人都是200块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玩到晚上8点，我是觉得还蛮划算的。那像暑假天气比较热啊，他们下午时段这里啊有如果儿童剧场啊，还有一些室内的设施，我是建议可以先白天的时候先玩室内的设施啊，傍晚或晚上再出来玩那个就是户外设施，会比较没有那么热，像现在傍晚的时间就比较凉一点。现在这个全票一人200，然后不分年龄的这个方案啊，是针对现在振兴券所使用的优惠方案。优惠时间跟内容可能每个时段会不一样，所以就是详细的情况还是要看他们网站的公告哦。喝醉到就多吃点。喵！啊喵喵喵！嗯，喵喵喵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默默爱旅行，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。在这个频道里呢，我会不时的跟你分享一些好吃的、好玩的，还有有趣的小旅行。那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我是默默，咱们下回见啦。我现在要来坐这个教练小汽车。这个教练小汽车呢，就是可以遥控小朋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默默。我们今天呢，来到西门町的路途行旅。你还好吗？他从刚刚就一直各种人。呼一呼一，啊，轻易的就跑出来了，啊，